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要出去玩的日子。等一下大概搭12:35的火车，所以我现在要出发了，思密达。刚去那边 check in 完毕，现在要去吃饭。哦，已经有点累了。In the small man, I say yeah, it always comes around.Up and lift when the rain stops, you shine on me. Your light's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the cold out. Moon in the summer night, whispering of the stars, to singing like Christmas trees for us.So I tell you a million tiny things that you
for now. It all gets tangled up inside, and I tell you a million little reasons falling for your eyes.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 are. It's such a strange thing to do. Sometimes I don't understand you.But it always brings me back to where you are. 혹시야네너의한여름밤오는첫눈같이믿기지않는기적같은놀라운순간넌언젠가또부러운밤Falling for your eyes, I just want to be where youThank you.
他进去是要脱鞋子的，所以我觉得有点麻烦。没有，其实应该是我错，我不应该穿靴子来。我踩到石头了，它有两道门，这个是防虫的，然后这是对外层的门，这样看起来应该是蛮安全的，就一个人睡的话，里面长这样，它其实可以四到五个人睡，但是呢，我真的很想要自己一个人旅行呢，不要有旅伴，所以我就想说，幸好我是平日的来，平日的时候来其实人没有这么多，然后也没有这么贵，就可以看出去外面。它其实有两个窗，只是另外一个窗呢，在这里。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开，我还不知道怎么开，这样，我真的不会开耶，它这个要怎么开呀？到底这样吗？它这个，它那个是要怎么开呀？Hello， 推出去怎么？他说推出去，但怎么推呀、啊？算了，我们晚一点再研究。Whatever。那还有电视，它其实就跟饭店其实蛮像的，而且它里面其实蛮温暖的，就不用怕冷到，它比我宿舍还要温暖。然后呢，它还有厕所、浴室，而且它是干湿分离的，其实就跟。旅馆也蛮像的，对，这个跟旅馆蛮像的，像饭店一样，所以其实他没有很辛苦的露营的那种感觉。哦，它其实上面打开来是柜子，毛巾、浴巾什么的都在上面。哦，还有吹风机。它真的没有露营的那种很辛苦的感觉，真的没有，真的是蛮享受的。So great, so great。哦，这是什么？哦，这是热水壶。哦，等一下我就用这个来吃泡面。哎，但是它时钟根本没有在准哎，也没在跑哎。奇怪，哦，但整体其实是很棒，我真的觉得整体很棒。我从看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会满意。它灯光也好亮，真的很棒。终于，我找到了打开这个窗户的方式。但我现在有点担心，我有办法把它躲回来吗？它是推出去的，这样，呜、哦，这是不是要两只手推啊？是要两只手搬？我好像真的推不回来，救命哦！我
刚没仔细看它的备品，我以为它就只有什么咖啡还是绿茶，它有还有饼干耶，而且还有不一样的口味耶。我今天晚上真的不会饿到。而且来这边大部分的人都是要自己带食材过来烤肉还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没有很想，我只不过是晚上只带了泡面还是什么过来随便吃一吃。我还是没有亏待自己啦，因为基本上对我泡面看起来很寒酸，但是我自己还去买了韩式炸鸡，还有什么什么哎，这什么香肠之类的。然后想说，反正他有，他还附给我微波炉，然后我就用一用，然后自己这样吃。因为我真的是很想要在露营的时候吃韩式的东西，但是带过来呢又很麻烦，这附近也没有，这附近就是老街而已，所以就想说算了，那就不要。反正他有热水壶。没事，我应该今天就是，我今天应该就是很舒服的度过这一晚吧。我呢没有带碗，我看到它有两个马克杯，没有啦，四个，我就拿两个，然后这样子分开的这样子泡泡面。我到底为什么把自己弄得这么克难 ？Excuse me。摄影机好像觉得我是布洛克的样子，然后去吗？他们好热情哦，可是我又觉得不认识，然后很奇怪。但是看我一个人真有点太寒酸，是不是？我只想要自己一个人好好的旅行，就是不要有旅伴，觉得有点生活就是
前一阵子有一点累，然后就想说我就自己一个人来旅行，虽然可能旁边的人会觉得我这样很奇怪，但是我觉得 whatever， 不想要管别人的眼光。还是看到人家很热情的邀约，还是蛮开心的啦，只是有点意外。我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回去我刚刚露营车的地方哎、欸，它装饰的很漂亮，可是我有点容易迷路。啊，小心！这些亮灯的地方全部都是营区的地方。走进来的时候，我想说，这露营车也太热了吧？因为我记得，我很怕这里等下变得很冷，所以我出去之前呢，我就把这里面温度大概调高一点，因为这边它可以开那个冷气室里面的那种暖气，然后我就想说，哦，那我就调高一点哦，我怕等下变得很冷哦。就一进来，哇，这里面热像夏天一样哎，然后我再赶快这样子按，然后才。就现在才变正常的温度，然后我想说，哇，我凭一己之力把整个露营车变得像夏天一样，这不是上班我才会发生的事情吗？我真的是一个人旅行就是会有这一种很莫名其妙的事情，但是我会习惯的。哦，也太好笑了吧。我刚刚去跟很热情的一家人吃饭，然后呢，他们真的是人非常好的一家人，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有人情味。然后可能看我一个人，就怎么会一个人自己来租露营车，然后一个人自己就是坐在那边吃东西，然后想说很奇怪，所以想说他们也是想要有人凑个热闹了，然后就还烤肉给我吃，又请我吃蛋糕，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但他们人真的非常好，因为他们就是刚好要庆生，然后又有夫妻什么结婚纪念日，就看我一个人就叫我过去跟他们聊聊天这样子。我觉得他们人真的非常好，因为他们好可爱，就是因为他们从新北来，然后就是说他们自己带那个蛋糕听说很有名，然后就还给了我一个蛋糕里面附的那个介绍那个小卡，就送给我，想说可能之后我可以自己去买来吃吃看吧，这样送给我。这真的是蛮温暖也蛮有人情味的一家人。我其实向往这种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已经非常久了，因为其实从疫情开始之后我就没什么机会去旅行了，然后其实我很想要一个人旅行，就不要有旅伴。对，我就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我就是很想要一个人旅行，因为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你才可以真的一个人完全的把自己充电好，然后再去做平日生活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旅行真的是我给我自己好好的一个奖励，所以其实不太有人知道我自己一个人来旅行。对，但我觉得其实旅行可以碰到很多一些就像你意外中的事情这样子，就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旅行当中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如果是跟旅伴一起的话，其实基本行程上
就已经是固定好的，通常不会再有其他额外的变化。可是你自己一个人旅行会有很多，我觉得会有很多很预料之外的事情会发生。他这里居然可以看 Netflix， 而且不知道是谁的账号，反正就是有很多人的账号可以选，反正就是可以看 Netflix 就对了。我之前去君悦都不一定都没有可以看 Netflix 耶，他居然这里有，好酷哦！贴吧，真的贴吧。
其实本来要去外面吃的，但是因为下雨，我想说算了，就在房间里面吃好了。在房间里面吃也蛮舒服的，有点可惜。还蛮好吃的，就是猪肉，这有点像水煎包，没有这么多汁的水煎包，但其实蛮好吃的。